到一起唱的比赛才有的一首歌曲，才有机会唱的一首歌曲。比赛结束之后呢，其实插班生就是我的导师们啦，插班生大家知道哈 Carrie 还有 Dia， 他们现在在很远的美国那边，因为跟着 JJ 的巡回演唱会，然后 I think 这个时候他们在睡觉所以没有办法看今天的 live stream， 应该是啦。那个我跟他们说，如果他们打喷嚏的话，就是我在这边讲他们。 OK， 插班生呢就为我们写了一首歌啊，先就为我们三强，我啊 Ridwan 和 Shirley 写了一首歌曲。然后我觉得要我们三个人写歌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三个人的曲风哦很不一样的，但是这首歌很厉害，也是我们 Yes933 去年哦龙虎榜领先100当中排名第四的一首歌曲，就是一整年我们 Top 100它是排名第四的歌曲。然后虽然插班生可能没有在看着，但是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写了这首歌曲。那今天就把这首今日预告送给在远方的他们，送给在现场的你，送给在线上的你，希望你们喜欢今日预告。今天的预告又是告白时不怕跌倒，有些善良让你依靠，有种迷路脚一起无聊，有种被期待享受每个人后今天的雨有些告白时不怕跌倒。
一首歌，我现在的战友们都不在，可以吗？刚刚那首歌，耶！